可以用那个洗手。啊，你刚刚有没有给他换电池？又没充也没换，然后也没把另外一颗拿下来。他说这个深度有1.6公里。大象，长毛象。好，我们已经进入大峡谷国家公园，现在我们要开车这样一路到往红色的那个路线到 Hermit's Rest。小曼猪，小曼猪，加州吗？要为什么？因为加州规定，加州旧金山不是很多斜坡？对啊。那如果你停在斜坡的话，他们规定你方向盘要就是往墙壁那边的。哦。万一车子往下滑的时候，会直接去撞墙，所以一直往下。好，那你要在这边等我，我把车子丢过来嘛。没关系，我陪你走啊。怎么样？还行，还行，没错。那当然。
我爸这么远。换你拿。没有大便哦，那你的大便都真的消化掉，又回头了，果然没有。啊，我找不到和田解释，你可以跟我说说吗？你看这样，有大便吗？有。好的。仙人掌很可爱吧？那我拿一个来丢。Yeah.